透过战斗才能考验你成为勇士的资格。封住战士将测试你的实力。无数个岁月，我始终在等待高尚的勇士进入我的国度。看啊，这就是英灵殿。在这里，你必须通过考验，只要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就能得到阿格拉玛之盾。下一道试炼，击败海尔加与芬里尔，就能向我证明你的价值。海尔加的英勇事迹让他赢得了进行神圣仪式的资格，他将荣升为受我选召的华尔加，他的名号将永远响彻英灵殿堂。会紧张吗，海尔加？会的凡人，是你们的出现玷污了这场仪式。只会兴奋，我一生都在为这光荣的一刻做准备。许你妨碍海尔加的晋升，华尔奇的风范。凡人入侵者来了，风暴之怒任凭你操控。海尔加，他们圣光之力永远与你同在，毫无道德可言。我会亲自将他们逐出这神圣的殿堂。仪式尚未完成，这些入侵者由欧莫尔与索斯登来对付。我不会祝福你的海尔加。神圣的殿堂，艾伊尔，你不该信任我。强大的芬里尔在这片土地上狩猎，你得用点脑筋才有办法杀他，这正好能够测试一下你的能耐。
你赢得了我的认同，勇士。我很期待在荣耀大厅与你再会。你在各项试炼中展现了非凡的力量，记忆与智慧将回到，表现丝毫不逊于维库图最英明的上古君王。现在你必须挑战他，我很开心的赢了，把你碾碎，才有资格获得最终的奖励。我的力量不足。他们会失败，我们会成功。胜者应得的奖励，阿格拉玛之盾归你所有。慢着，欧丁。我也证明了自己的力量，我是神域之王斯克瓦德，这些凡人根本不敢挑战我。斯克瓦德，征服者已经取得了神盾，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，你的抗议为时已晚。如果这些装神弄鬼的外来者不愿交出神盾，我就只好从他们的尸体上抢了。放弃神盾，不然就死。为我燃烧我的计划，毁于一旦。了不起，我从没想过有人能抵抗华尔拉雅的力量，而那个人现在就站在这里。还剩下最后一项考验，也就是我。如果你们得胜，我会将你们的名字刻在这神圣的殿堂，并且赐予你们应得的奖励。华尔拉雅，我已经许久没有面对够格的对手了，我们开打吧！我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够了，我认输，你们确实是奇特的生物，我会遵守承诺，给你们应得的奖励。